老师，这是什么酒？小米酒。那个猎人自己会跟你们讲。哦，这不是酒，这个是主灵的圣杯。圣，谢谢。海水啊，主灵的圣水。来，每人拿一杯哦。帮忙传后。先不能喝哦。不能喝，帮忙传一下后面。先不能喝哦。还不能喝哦，这是要那个祈祷的哦。再喝酒，再来。来。 先不能喝哦，还不能喝，因为我们还要做个祷告的仪式哦。这个谁要？还有谁？还有。后面的也还没有。还有。再来一点，再来。对，还走一点点就。来来来，还有，谁要？还没有，这样讲啊。不是跟你喝，不是一点点就好。至少要八分满。还没。 不然不够祈福啊！你莫吃白蜡配酒啊，这是要晋升进殿的。好，谁？这个通天地之灵气，宇宙之光的人，我先不要。 谁说？那比那个凤梨啤酒好吗？你骗我！还有几位，这个很重要哦。我还没。那个，这个是你的。对。我还没。他应该也做一个。捐给我20个。啊，哎，那个，有没有人没有？都有了吗？来。看不？哎，帮我们照相啊，但是传给我吗？